聚精会神用镊子夹取各色小珠子，一颗一颗拼成可爱卡通图样。这场由嘉禾有线电视与大狐狸合办的拼豆 DIY， 瞧爷爷奶奶们手脑并用拼得忘我，连饭都差点忘记吃了。办了叫他们、要吃饭，他还继续的在要拼豆，非常的感谢今天有这个机会啊，我们嘉禾啊那个有线电视啊，能给我们一个机会，给我们这个老人啊动动脑筋啊，做个一个拼豆的游戏啊，很好玩，非常好玩，脑力激荡，还有手脚，双手万能，好几个，就八个，真的算是用动动头脑玩，训练那个手动作。每个月都有在这边共餐，有卡拉 OK， 还没有共餐之前呢、让他们在这边相聚聊聊天。拼豆完还能一起共餐，色香味俱全的美食佳肴，总是让长辈们吃得不亦乐乎，连区长都闻香而来，与阿公阿妈们一起同乐。而为了让大伙吃得尽兴，里长还亲自下厨，加码了这一大盘炒面。这个炒面也不是说很拿手了，也是随便炒一炒而已啦。这个大家吃起来，我看了好像。很好吃啊，但是对我来讲啊，我感觉很有那个荣誉感了。里长亲自参与来炒那种炒面哦，那跟每个银发族这样一起用餐，我就好像回到我家一样。因为我是南部人，那我要跟我爸爸吃饭，一年没几次啊，所以我来这边用餐，吃到了爸爸的味道，吃到妈妈的味道，然后跟着阿公阿嬷一起吃饭的感觉，就好像跟家人一起共餐。我觉得这样的真的非常非常有意义。借由拼豆 DIY 与共餐活动，帮助长辈们训练眼手，预防失智症之余，还能与左邻右舍联系情感。大湖里的长辈们实在好幸福。中嘉新闻林凯君、朱允嘉、英哥报道。